你妈妈呢？我妈去国外了，一直没结婚，搞科研还挺厉害。在他们的生活里，我是多出来的一个。我在你的衣柜里看到了很多你妈寄给你的礼物，她心里还是记挂着你的。一个小孩子长大，是需要很多很多爱的。是，就像你爸妈对你那样。是，这么一看，我还是挺幸福的。我也很幸福。在变成你的那几天，所以你也觉得做余生生还不错了？很不错。那你想不想再做几天余生生试试？看外面，现在打着雷又下雨，我们又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，没准我们能换回来呢。说的靠谱。试试。那我们先说好了，如果互换成功，万一……你感冒了？没事，我好嘛。